想要得到你想要的就要飞翔，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，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，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，每天把想到的韵脚还有 flow 去欣赏，却发现成功跟努力根本不能同类放，于是你自暴自弃，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每天把自己锁在冰冷的房间里封闭，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回自己的经历，说自己也能做出让父母骄傲的成绩，而现在你却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，一个人孤去奋战到底怎么坚持下去，向往的生活和现实总是有着差距，难道真的不适合自己应该选择放弃，你妈妈脸上也放下了一直写歌词的笔，像曾经那个桀骜不驯意气风发的自己，为什么现在开始怀疑选择自暴自弃，难道你就该这样下去束手自毙，没有目标的你现在已经厌倦了一切，仿佛没有了血肉之躯，就像一堆病了机器，你问自己难道这样下去吗，自生自灭，不我要坚持哪怕的生命最后一刻一列，结局一直喜剧，就这样向前飞吧，看到最后迎来黎明的曙光，坚持。